知道有落选了，那下一步干嘛？我想就照他讲的嘛，他已经打了美好的一仗，而且这一仗打完他年轻了20岁，我觉得对他说是蛮值得的。那他始终没有享受过退休的生活，现在他年轻了20岁，他就心理上，那他可以利用这个年轻的心理好好的享受他退休的人生。选举还可以年轻起来，是的，你要不要选选看？不要，越选越老。不过他执政还做不做？我想他大概不会做了吧。就是人家不给他做啊、我想也是。那有没有去中国大陆打算？我想应该短期之内没有。没有？应该没有。都不会去中国大陆那边去走一走啊，或者怎么样？别人也想了，大概去了有点这种瓜田李下，是吧？我想是这方面的顾忌吧。嗯，那你自己的选举呢？你自己的选举呢？这次选完了以后呢？你自己感觉呢？我这次没有选举。陪了你父亲选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是以他这个年龄，他去各方面的接触，我觉得学习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是蛮值得的。所以你整段都是陪着父亲这样子？没有，我事实上就是我父亲这次参选副总统，我几乎完全没有陪着他对，因为我是在新党，我在负责台北市的辅选，我自己也蛮忙的。所以你让他自己去啊？对。那他年轻20岁，可不可以再？我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你就电视拢彩色对吧？对，嘿，不是我啦，你怎么在讲？我咧笑，但是真正我不是啥物官啦，我又不是你讲好官，我都改应付下你。郝龙斌，你爸爸是大官对不对？我想他不是大官，他是好官。好啦，你讲我。所以伊官嘛是彩色的。哎呀，我来过了，我爸啊，我要来吃些油啊，我来走，拜拜。OK 啊，郝龙斌你咧特别来，我不过在这里要特别的先来九姐来九哥来。啊，我要跟这个郝龙斌的太太呢坦白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选前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吃这个我们吃涮涮锅，对不对？对。选前那一次是跟我去，没有错了。那选上立委以后呢，到底有没有跟我去？那跟我去的都假的，我都没有去。我选后没有去吃过，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那个羊？有啦，你跟我还是吃过一次羊肉卤。所以说嘛，你刚刚说谎话嘛，我就主要凸显这一点。好了，我想很多人刚刚我们谈到你父亲的那种总统选战选完了嘛，哈，那我想因为你跟父亲是很多人都知道郝柏村就是郝龙斌的爸爸。那么郝龙斌呢的爸爸就是郝柏村OK， 那么很多人会想啊，就是说整个你的过程里面，那么是因为你是一个所谓的大官的儿子，那人家会觉得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郝柏村有给你特别的这种照顾啊，然后小时候你就有这种比别人更好的待遇，有没有？我想有没有这个其实事实上我父亲一直到大概我念高中左右才在家里，他之前他都在野战部队，根本很少回家所以我也是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眷村，我是眷村长大的。那个时候住在哪里？住在青潭。青潭那个台北县的青潭，台北县的那个青潭，对，青潭。所以就是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是很清楚，就父亲在2-3个月才回来一次。所以家里大部分就是都是妈妈在照顾。我看你这边有一张照片，这个是你多小的时候？这个大概是4-5岁吧，4-5岁时候。4-5岁时候的照。那这时候你刚刚不讲说很少看到你爸吗？对，回来赶快照一张相，留影存证。那时候他一直在外头。他差不多到从大概我7-8岁之前，他全部都在金门。他在金门待了非常长一段时间。那时候碰到823炮战嘛，哈，对，823炮战。那823炮战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郝柏村常自己讲说他自己是823炮战的一个功臣。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像你们家里面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就是说因为我父亲也是，我已经在823炮战的时候当个炮兵。那个时候人家是把他的这个头盔就这样抓着，然后
那个班长很紧张嘛，哈、嗯，那是高射炮手，他就把他这样抓着，然后这样往右边，然后高射炮就往这边，然后往这边，往这边，一打了，砰就打出去。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人，我听我啊我妈讲，我们整个家族对我父亲在八二三的时候非常的紧张，整个家族认为说根本回不来了。那时候你们家里面对这个、嗯、当然也是很紧张，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小，我想那个时候你可能更小或者没有出生呐、啊，八二三的时候。嗯那没有那么 UK 的。我印象中，因为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六岁左右，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母亲每天要带着我们三四个小孩子搭公共汽车到国防部去查看那个伤亡名单，所以我想那个压力是很大，是很紧张的。哦，看他看伤亡名单呢、啊，每天去看呢、啊。哦，然后看今天没有了才松一口气那。然后可是第二天又要再去，第二天又要再去，可是他是将官嘛，将官，那个时候对，可是前线的通讯几乎已经完全中断了啊、哦，所以那时候也是他在最前线。对，那你自己像后来你念的中学或小学，有没有经过你父亲的特权啊？给你，我是直接讲，我知道，事实上不光说我念中学、小学，我从小到大，我唯一。我觉得我也很感激我父亲，我自己也蛮骄傲的一点、嗯、我相信我从来没有用过特权，没有用过，从来没有。他没有说让你特别念好的学校，或是那你当兵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特别的这种待遇啊、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不好，对，事实上不光没有，所有就是跟我一起服役的这个当兵的同袍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不光没有特权，而且事实上我还比较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为什么？我当初在台大毕业的时候，我考预官，那时候我成绩非常好，我又是甲等体位，我到现在我没有近视眼。可是我父亲是什么兵种？结果我是步兵。啊、哦，步兵。我自己在想，我最起码也是宪兵或者政战嘛。嗯。因为那时候步兵只要180分就取了，我考了260几。嗯。照理说应该是第一志愿的，结果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把我分到步兵。我后来是发觉我没有入国民党，那个时候，你那时候，那你爸怎么会不叫你入国民党呢？我们家是，通常我父亲非常尊重我们，他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哦，对，所以我入国民党是入的相当的晚，是在海外才入的党。啊、哦，海外才入的。结果我去服役之前，我父亲特地把我找去，他跟我讲，他说，你将来到部队去，你一定要吃比别人多的苦，你心里要有准备。他因为我今天做陆军副总司令，如果我自己的儿子在那太轻松的话，我有什么脸去叫别人的儿子不怕苦不怕难？所以后来我在部队里，事实上，就是我在步兵是在最基层当步兵排长。嗯，那被操得很。当初在部校受训操得比较厉害，当排长就稍微好一点了。不过讲到这里，我要先请你先喝一口茶，我等一下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我有点紧张了。我知道这个这口茶不好喝。好，来，我说我要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了，来，我带你来看。我来，这个哦，这个是最近刚刚出土，是全台湾还没有看过。刚才你也讲了要送我嘛，对吧？谢谢你。没有没有，这个好贵的。阿姨作证，阿姨作证。这个做的不错，做了大概2-3天，两三天，而且哦，它这个是我这个是全部用纸黏土做起来的，然后呢，用这种亚克力。亚克力漆把它漆上去，说很有质感，质感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吗？我不晓得啊，因为那时候这个郝柏村先生在做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那你知道做官大官的人都是会比较被骂，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厂商就来找我，他说呢，他说于副先生，我有一样东西，我要拜托你帮我做，因为那时候流行一种东西叫做出气娃娃。哦，谢谢你那时候没有做，没有做这个模型，做这个模型。如果你这样打下去，它就咵喷上来。那时候是有做出气娃娃，有人真的这样想。那我可以随便想，我觉得做出气娃娃适合的人选好像。除他以外，很多个都比他更适合。对，你说我适合，可以了，我以后下次自己做。来，先做一下，我们再来谈。好，这上面啊，
没有信心。我们不需要把他转过来吗？啊，不行，他要面对着我们，他面对着我，等一下讲话我会害怕，转过来好了。OK，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就是说整个的这种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了哈，那。其实你跟你父亲一起这种一起来啊选完这次的选举当中，其实你们受到很大的伤害，比如讲有人说你们跑去买这个山坡地哈，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个东西啊，真正这是一个典型的污蔑。那其实那块地我讲了几次，我也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再来把它澄清一下。当初我的岳父在新竹做校长，他一直有一个归隐山林的这个打算啊，我们在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他也存了一笔钱，然后准备让我太太出国的时候用。后来很幸运，我们两个都拿了奖学金，我们用奖学金出国的。所以后来我太太回来了以后，知道我岳父有这样一个意愿，刚好那附近有这块地，他就把这块地买了，准备送或者是还给父亲。就这个样一件事情，那这个地也是非常便宜的地，而且是一个林地。也不是照外面宣传的这个农地，我觉得这是当初在选举中间，事实上很多的选举花招，然后遏制的选举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部分嘛。你要不要像赵少康一样跟这个谢长廷讲说地捐给你？要不要？不是，事实上我国民党当初在做这个文宣也讲了，说我要捐，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个打算。我要再一次的澄清，那个地不是我的，差一点，我没有所有权，差一点也割地赔偿。对对对对对，没有这回事。对。那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知道李安妮，他后来有登了一个广告说他，谁是李安妮？就是我们。圣君，圣君的女儿，是那个圣君的女儿，不是那个歌星。是，对。那他不是也登了一个广告吗？登了广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根本没有在什么光复啊、北路和南路那边呢、买那个房子啊，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像同样这样的事情，李登辉的这种房地产也被炒作得很厉害。你自己看法是怎么样？我是觉得这都选举文化中间很遏制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个人的接触跟了解，我觉得基本上真正今天敢就是说做到这个层次的政治人物，应该操守上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在话再讲回来，你刚刚一直在讲说你在你父亲底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特权，你父亲根本就是不管你。那你像你。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个所谓的我们知道孤星泪，满天的没有没有泪，孤星照怎么样？这句话叫什么？那时候是写一篇文章退党的声明，写的主要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在一个党里面，他是起不了太多的作用的。那个题目叫做孤星照不亮满天的晦暗。对。老师有没有这样子的音乐？那一次你要发表这样子的文章的时候，你父亲不知道吗？我发表的前一天他知道。我那时候才告诉他说我决定要退党。同时我不准备参选。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讲，他唯一的给我建议，他说你如果要退党，你就不要等到提名再退。他只有给我这样一个建议，可是之前我从来没跟他商量过。没跟他商量过，从来没跟他商量过。那后来你决定又要加入新党的时候，你父亲有没有鼓励你，或是说，我们真的说好像听说什么许立荣啊，还有郝柏村这几个人是合在一起讨论你的问题？没有，那事实上绝对没有这个事情。而且，一般来讲，我父亲，通常不太过问我做的事情。他常常强调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要我自己对我自己负责。那从另外角度看，事实上。从小到大，有的时候他给我一些建议，我也没有接受，所以他大概什么样的建议？你像最早的时候，他一直希望我进军校，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一直要我进军校。我想我没有进军校，对他来说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对，结果呢？他还是没有你办法，就是尊重你的想法就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你后来就是你要加入新党，他也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加新党。我告诉我是，就是说我决定要加入的时候，我有告诉他，告诉他，可是他也是还是一句话嘛，就是你对你自己做的一切的决定负责嘛。那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说人家都除了你当兵完了回来以后，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郝柏村的儿子？一般的在你旁边的，我想从小在眷村里一起长大朋友，当然知道我爸爸是谁，你知道？可是一般我在外头，事实上在尤其在大学念书以及。
后来做事，通常大家都不会看我是郝柏村的儿子，都看我是郝龙斌。哦，不对，我觉得我还不错。哦，你现在造反了，造反。那像你的现在的太太，在还没跟你结婚之前，知不知道你是郝柏村的儿子？哦，其实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到他们家去提亲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然后你后来到台，你跟他结了婚以后，后来跑到台大去，有没有这种人家知不知道的？哦，那个时候知道，因为原来是我父亲阶级并不是这么高。等到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台大的时候，我父亲是参谋总长，而且已经做了两三年，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嗯，据我所知，你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来积极参与这个政治啊？是因为你有一次看到这种你父亲在这个国大国民大会的时候，然后很多这种被很多这个国会议员这样包起来的时候，然后他说整个政报车全部在他前面，然后他说他的感觉非常不好。是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参政的，还是怎么样？我想那个是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因素。后来我还生了一场病，那个病让我对我的整个人生观及我未来要做的事情做了完全一个重新的思考。我当初在生病的时候，所有的医学检验都觉得我是得的是癌症。癌症？对，真的假的？真的。那照以我当时的状况，他们估大概只有最多6个月的生命。所以我那时候在台大，我已经升，那个时候升教授已经6、7年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这一辈子再这样做，我有没有什么遗憾？想一想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所以想做的要做的这辈子也非常的平顺，也都做到。可想想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然后想想好像并不多，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唯一的遗憾。所以后来很幸运的结果，整个手术很成功，而且后来发觉我不是癌症。对，是医生蒙古大夫。不是，这绝对不是，这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一个医生。我觉得他做了非常详尽的检查，也做了最正确的判断。只是就是我这个病例非常的特殊，在他整个行医的过程中间20几年，我是第二个看到我这样的病例。是什么癌症？所有的医师检验的指标都只是肝癌，可是开出来不是。哦，所以瓜那是差一些的，丢哦，瓜那是后悔，已经是差一些的，哦，你基本是瓜后啊，丢，彩色，对，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毛病，完全没有。所以那一次的整个的生病对你来讲，就是说你开始为什么会决定想要从事，就是觉得说人活在世上。当然就是最主要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话，尽自己力量去做。对。OK， 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次啊，就是说您父亲在做这个院长的时候啊，他跟你啊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平常有没有一些对话？平常聊天有，不过不多。现在有没有住在一起？你们现在？住在附近。对，我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有228受难家属他们写了一封信，那么他们要见郝柏村，一直见不到。后来他们就把这封信交给你，然后你把他交给了这个郝院长，所以他去参加了228的这个追悼会，有没有这回事啊？事情是有，可是事实不是这个样，是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父亲先去参加了228追悼会，同时慰问了这些受难的家属，然后其中有些家属非常的感动。然后刚好我一个好朋友也跟受难的家属认得，然后他们请我转一封信给我父亲，表达他们的感谢的意思。这样，所以也不是完全是因为那封信就去参加。不，他是先参加了啊，先参加了228的，然后后来他们写一封信来。OK， 我们您知道这个郝柏村先生在当院长的时候啊，有一本书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你刚刚已经给我看了，《好语录》这本书你有没有看过？我看过。那你觉得呢？当然，他断章取义的地方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我觉得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有接受批评。然后接受执政的雅量，当然有的事实上就是不见得正确，可是我也觉得要能够有容人的雅量。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里面都是我的漫画。哎，我知道，我知道。当初我父亲好像还
请新闻局的人主动来要这些漫画，好像你那个时候不愿意给他。我不是不愿意给他啦，是新闻局不要误搞啊，不是，是我看到了没有？刚刚好像后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找我。那你现在自己已经啊是一个立法委员了，嗯，那么其实老实讲，我常会觉得就是说，新党有很多立法委员是属于这种博士级的，那也就是所谓的学者从政，嗯。那我们在这个学者从政，在我的看法里面，就是如果是学官两栖啊，对政治是伤害的，对，然后对这个学术也是伤害的，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而且要负责。我觉得学官两栖绝对是对政治是伤害的。所以你现在当了立委以后，你的台大教职呢？我把它辞掉了。你把它辞掉？辞掉了，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选民负责的一种表现。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立法院这种地方根本也不是在说理的地方啊，是比力量的地方啊。可能你的，比如说你这一党里面人比较多，那可能你就比较有办法强行过关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它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自己做一个学者，你去不会觉得很难过吗？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可是我觉得怎么样会有力，有理迟早会有力。嗯，我觉得。一般我们现在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还是蛮有信心的，我觉得就长远来看，我相信选民会对不是只是要暴力，只是要蛮力，要金权，这些我想不会，或者是黑道的力，我想慢慢将来大家会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健康的民主。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我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无力感，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我这里有一张漫画啊这个啊，说啊，这个狗啊，只能够这个废火车啊。嗯。那么狗呢，如果去跑去坐火车，会被人踢来踢去。嗯。这张啊，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画这张漫画？因为有一次有人问我说：“渔夫，你要不要去选立委啊？”哈。然后我记得以前很好玩，他们就说问我这样要不要去选。那我就说啊。说这个狗啊，一般这个学者，这个所谓的评论的人呢，他是好像狗在废火车。不过渔夫，你绝对不是狗，我相信你是人。对自己要有信心。我离你例子讲完了，他说我是狗废火车吧啊，那虽然这个火车还在走，但是还是有一点悲壮。嗯，但是如果狗去坐火车哦，就会觉得会被那些政客哦当做狗一样踢来踢去，反而是不好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其实当然挫折感是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挫折感是有，可是我觉得就一个人来讲，事实上挫折对一个人也是一种考验跟磨练。嗯，当你把挫折感化解成成就感的时候，我想这不只是一个狗吠火车的问题了。不过你真的能够适应吗？我记得你上一次在选举的时候你还闹着一个笑话，比如说你是食品营养系的嘛？哈，我是食品科技研究所的，对，我是念生物化学跟营养有关的。对，那你每次选举的时候，人家出去拜票，你我所知道是人家是应该不要吃饭，结果你是吃了一顿饭出去，我差点撑死回来。哎，是的，是的，对。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撑死回来？不是，是拜票过程，有些选民很热心，然后就是我到哪里，譬如说我到摊子去，他们就会拿些东西给我吃。然后到一些饮料店，他们就拿东西给我喝。嗯，所以就是本来吃过饭去的，等于又再吃了两三顿的饭。当初是虽然很就是很撑，可是心里充满了感激。走回来的时候，那你后来就知道拜票不要吃饭去拜比较好一点。所以你那时候跟你完全在校园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完全不一样，就是。就是在参选的过程才真正觉得过去一直在一个知识的象牙塔里面。嗯，可是我觉得跟民众接触的过程中间，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然后也就是因为在这接触参选的过程中间，看到人家对你的一些期望跟期盼，你更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做，不辜负人家。那你太太喜欢你，真的说一个。可能以前还有空回家，然后现在当了立委可能很少回家，太太会觉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家庭生活方面来讲，我觉得我调试的还蛮好的，可能新党的立委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时间晚上不太有人请我们吃饭啊、哦。那当然，我就请你吃涮涮锅，还没有。就你请过一次啊？那次好像是我付的钱。我付的。啊，是你付的？对，是我付的。你请我上节目，我的车马费付的。就是所以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有些选民服务会弄得晚一点，可是我通常大概9点都一定回到家了。那另外我现在也是我自己一直坚持的，就是每个礼拜六我一定回家吃晚饭，任何情况一定回家。那你现在已经，也就是说您父亲已经确定是淡出这个政坛了？是，应该是。对，那接下来就是你已经，只要我长大，你已经长大了。然后你自己怎么样来走你？你是一定要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从政这条路，而放弃你原来的学者的路线吗？我觉得做事情要专心没有错。现在我在立法委员的工作上，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好好把它做好。可是4年以后，我想我会再重新做一个评估。如果说真正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还能够贡献一些心力，我可能会走这条路。如果说我觉得事实上，假如那个时候很多好的人都出来，我们的政治上已经有就不知道现在这么多问题，那我觉得有别人能够更能比我出力的时候，我说不定还是会回到学术界来。我取代你好了。谢谢，我们现在就可以换。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主持人。你做过了。那么我们最后让你发挥一下您的专长好吗？就是你的，我们知道你是食品营养嘛，是。可你自己现在已经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了，那你对食品营养科技这样子这么多的研究，你可不可以帮政治人物开一个菜单？政治人物的菜单比平常人更重要。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政治人物生活都不规律。我想生活规律很重要。另外，我想要有一颗健康善良的心，比什么都重要。那清心，然后才能寡欲。那另外还有就是，真正我们基本上讲到我的专业营养方面，事实上我们最注重的就是要多动。那政治人物当然勤跑基层也是多动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少吃多动，少吃多动。常常讲说你要节食节食什么的，从我们真正专业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少吃不如多动。你常常节食到某一个程度，你变成不健康的节食。营养要均衡，同时要多运动。结果好像吃什么还没讲。吃什么东西都吃，不要挑食就好。哦，不要挑食。OK， 我们的这一段里面有留言哈，不晓得你要留给谁。我想我留给他好了。我的父亲。哦，好。也有人留给你父亲的。哦，真的。真的。我想，我留着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吧。好。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永远学习的榜样。哦，伊夫啊，厉害了！阿丹哦，食品营养专家教你了，刚刚吃泡面了。无啦，我跟你讲哦，你刚才吃泡面的动作你无某，你知无？没啦，干咪安尼？无啦，好，那个郝柏村。郝柏村啊，他的郝龙斌叫他做见证人，讲你要送伊，你开过讲个啥？无啦，见证开当送伊，开玩笑。无啊，人伊都讲叫他做见证啊，讲你要送人啊，你会害你。无啦，我讲郝柏村是郝龙斌的亲生父母，但是伊是我的衣食父母，你知无？啊？伊当时你做客件，我哪唔知？啊？无啦，唔是啦，咱这画政治漫画的人吼，来，我先讲，你来先甲敬你一下，讲来敬你，按照敬你走。是啊，你做保兵当然要甲陆军总司令敬礼啊，这你废话嘛，你这是。不是啦，画漫画人拢爱各家的政治人物闹笑话，啊，唔才有题材通画。哦，啊，不，即个落台啊啦，即个落台啊无啊啦。即落台无啊，安尼无，即啊你上来要拜啥？姓君。哦，李安妮，又搁你讲恁爸爸的歹话啊。恁伪漫家拢拜啥啦？哦，你讲这哦，有人问我讲，人迄个剃头毛的吼，拢拜吕洞宾。对啊对啊，迄演歌戏拢拜颠倒元帅啊。系啊，啊，我为漫画的拜只政治人物。我你即马无啥人好拜啦，有啊，你讲，有，较水象。你来看，我袂，你等下你来看吼，你看我这个，我这哦，以前哦，吼，甲客家政治人物，我画漫画一堆吼，看作在搞会。
阿哥，我你也看，你看这张漫画吼，你看这张，哦，这个啊，这个就是在信这压缩机到的，有无？哈，哎，啊，这个呢，伊讲哦，感谢主是给我丰盛的食物，哈，嘿，啊，这尾半改，哦，这半改讲感谢政客闹笑话，是我题材，是我吃，是我用，哈，输我家，输我赢，输我保教门赢。好了好了，哎，有啊有啊有啊，我头下你讲，干脆先我你讲，迄个，哎，安尼你家己有想要出来算无？我啦，我那我要算了。你也知道做官两个口啊，官字两个口，你知道？两个口对啊，两个口啊，哎、啊，安怎？安怎讲嘛？伊对啊，那么说。哎、欸，我冇钱，我冇钱嘞。嘿，有说棺材，棺材可爱的棺材，升官又发财。有啦，我那要算 A 啦，算总统啊，老要算总统。你咧？哎啦。曾文慧，伊有要抢恁翁的饭碗哦。对啊，算总统上我袂使，打马龙上算啊。好啊，你最算第几届？第三届啦，第三届哦，正经啊，正经啊，正经哦，好，好，好，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啦，好啦，我要吃泡面啦吼，这个无用啦吼，对啊，吃泡面拢无你请啊，我插你来走，来走。